怎么给他拽了？就拽过来吗？拽到我身上吗？我看到你，我看到你盖着被子躺在自己床上，自己的沙发。为啥呀？备战呢？来，从零开始。我觉得我真听那么远啊？第几波？你让滚回去！后面看见这个几番，我喝醉了。蒙谁呢？才喝了一瓶酒。快起来！起不来。来，再来一下。来，开始。来，滚回去！我喝醉了。少来啊！你才喝了一瓶啤酒，蒙谁呢？快起来！起不来了，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我可能真的醉了。咔！其实你可以不看，是吧？一直不看。你喝醉酒了，勒个人，勒个人就爆了，你试一下。对，哎呀，我可能真的喝醉了，叫王先生。但是我觉得这一场他不是真的。我身体上这个标两万。导演，我说他说给点不要脸，把他谁头发？他说完给点不要脸，他去扯你，结果你把他扯下去了。我把他扯下来了。我你等等。你们站在这都有。对，少来啊！才喝了一瓶啤酒，别给脸，蒙谁呢？别给脸，不要客气。哎，我操！扯下来之后呢？我可哥，哎，张老师，给他，你让他滚回去。我喝醉了。你耍赖啊！你才喝了一瓶啤酒，蒙谁呢？起来！别给脸了，快给我起来！进攻！我回应。来一个那个桑尔达瓦，还有周飞。起来！别给脸不要脸，快给我起来！